还记得世界杯期间不少人关注拉米是因为这个法国后卫与51岁影星拉姑帕米拉安德森相爱，不过二人的忘年恋已成过去，据指拉姑拒绝了拉米求婚，更搬离爱巢分手收场。32岁的拉米现效力马赛，是法国世界杯冠军成员，他曾与影星相恋，二人育有一对资生子女，去年分手，后来恋上比自己年长得多的美国影星帕米拉安德森，成为体育给予的反新闻。拉姑经历与汤米里的恋情后，2017年爱上这个法国足球员，二人在今年初同居。今年俄罗斯世界杯，拉姑更到现场为爱郎的法国队打戏，成为传媒拍摄对象。拉米又曾把世界杯给爱人帕米拉安德森做拍照之用，不过已经成为过拉米与拉姑的忘年恋，已成历史。根据 TMZ 报道，拉米七月与帕米拉的母亲见面后，双方关系仍然良好。拉米领取世界杯后，先送上一戒指，近日正式求婚，希望与51岁的拉姑成为一家人。可是帕米拉安德森已拒绝，同时搬离爱巢分手，这段超过一年的忘年恋告一段落。拉米今届世界杯未有上阵，法国夺冠后他坐享其成，乐在其中。资料图片。